你们会听不到啊！要附送才力量，力量附送，一定要附送。就像好人力量，你听到喊力量的人附送一次。好，力量。高油是喊注意。下背。啊？开背，不要再高雄。哦，知道啦。高雄是喊背一背够，预备一背，一二三四。所以你们现在要赶快统一一下，你们大家怎么做？好了，就试一下力量，力量三二一，力量力量三二一啊！对对对，大家习惯就好。前面喊力量，然后后面人听到人就附送力量，然后再喊三。二一 ，OK， 喊声都是在入水哦，在入水的时候喊哦，才会整齐，才会整齐。然后待会我们会做两分钟，做两分钟，讲明六二，六二六四，抓火力。刚才五三，五三五四而已。对啊。我们待会滑动出发，滑动出发，然后讲平到六十，到六十之后，我就会喊预备 ，Go， 然后就开始计时两分钟，两分钟。计时有奖品哦。你们继续讲话，我只讲一次。一样意思，因为我们是同步的。好，来啊，站桌。翻译给他听啊，大家翻译给他听。来呗，活动。五三，五九，背背 ，Go， 一，二，三。四，抓最前段的水，抓前面，抓前面。太快哦，六四哦，一百公尺。抓前段，抓前段，往前抓，滑去抓完，滑去抓完，身体抬，脚踩，桨叶靠近船的两侧，把水划开。一分钟整合，一分钟，力量，力量，三，二，一，呼，一，二，三。打开，打开！延伸，上手一阵，九十秒，盯住了。来，最后二十秒，往前抓前段，抓前段，抓前段，走好，站好，呼，呼，行吗 ？OK， 非常好，我觉得很拖哎，很拖、啊。很多，干好不起来。后面女生，后面女生。